综合能力，国家队数据，球星荣誉，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6，德国超级杯冠军4，欧洲冠军联赛冠军1，欧洲超级杯冠军1，世界杯冠军1，球星价值。穆勒是一名全能的攻击手，他可以胜任前场的任何位置，在拜仁他通常是在前腰的位置上，而在国家队穆勒更多出现在右路。同时穆勒在速度和技术上非常具有优势，而且他的进球欲望非常强。球星意识，穆勒非常看重慈善事业，他是慈善机构年轻的翅膀形象大使，该机构主要致力于给受到心理创伤的孩子提供帮助。穆勒对儿童满满的爱心也证明了他不仅在足球场上雄姿勃发，在生活中他也充满风度。高光时刻在2014年世界杯小组赛德国面对葡萄牙的比赛中，穆勒冲着犯规的佩佩大喊大叫，激怒了佩佩，随即佩佩推搡了穆勒，领到红牌下场。这一张红牌也改变了整个比赛的进程，最终德国4-0大胜葡萄牙，穆勒可谓是居功至伟。更多世界杯球星文章尽在全民彩票 APP， 不要错过哟。